八号宣布武汉解禁，武汉商业街也陆续开业，还有店家秀出跑马灯，直说我们回来了。今天能够吃上这碗热面呢，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为武汉感到自豪。镜头来到地铁站，大陆民众听到熟悉的地铁声，都很感动。因为可以坐上地铁啊，还拍了段小视频。前方到站。一系列的复工全面进行，在武汉天河机场展开大规模消毒作业，但在解封前五天又有变数。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昨天发布公告称，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，武汉市将继续强化小区封闭管理。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列出七大管理，要求每个单位落实出入口管理责任制。出现本土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爆发疫情的风险始终存在。中国大外宣做得足，对外喊出疫情趋缓，但多次被爆料和事实有出入。武汉是否能真的解封，又传变数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